今天真的不让进，不能进啊，不能进。这不是10:00 AM 到5:30 ，Monday 到星期六，这是玩的马场。不知道，这里看看。应该有那个取样机，这不是店吗？找有事有相片呗，有马呀，拍着马相片。没有。里头肯定有马，这都马圈，你看那些车呢。这是5号，别往后压呢。这咋说？养马的地方，出来吧。这马圈，那好像是个超市，那前面上这里溜溜的是吧？啊，上那里溜溜的。你问问他，你说哪？excuse me, this store.This is store. Store? Yeah. Peacocks? Right here. Sell food, sell. Sell food? Yeah. What kind of food? Horse food? Sorry. I just travel shop. Travel shop. Child? Looking. I want looking, okay. It's for horses. Horses, Yeah, this is for horses. Okay.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 Yeah. Thank you.走吧，他说马的什么东西，我也没听明白。走吧，这里看看。嗯，这咋的？嗯，养马喂马的地方啊。喂马的马料什么呀？你看那都塑料桶呢，有点像那个日杂商店似的。找不着，停了。等会他走了，他走，我听他的。你说说吧，这是干啥的？这可能卖这个养马的人家买的马饲料、马的营养东西的地方。你看这地方啊，这都是西瓜。If you wouldn't mind doing the hand sanitizer for me, help with anything? Okay, I will wait around looking. All right, let me know if thank you. Help. Okay, thank you. 哎呀，我真是，哎呀，这长得好干，哎呀，打哈欠你还干净哈，真干净，长得干净。这屋是卖马的东西的，驯马的，干马丘。哎，马凳坐得上。哦，质量真好。不，这东西真贵呀、啊！这一个东西200块钱。嗯、这今天又是新发现，没上这儿来过，都是骑马的穿的衣服啥的，那帽子，马术表演戴的帽子，鞋，哎呀，这马鞍、马凳啊。马鞍子，皮的，
院子很大。那里写着，这是马场。刚才这上这里溜达一圈，猴哥哪都敢走啊！要依我说别进去了。在加拿大这地你不犯法，你溜达啥事没有，他顶多看见你不让你进，让你走就完了。这个地方这个很人还是很讲礼貌的。这大树，你看这大树，伐这大树直径一米，接近两米了。看这个树，你带我看看这树，好大的。这树不是一般人能伐的。啊，感谢大桌子面的。这就是两家的住宅，这是五号，你看这个应该是三号。这他也走这个院儿哈，走这个马场的院儿。这是在惠特比，前面这条公路呢是叫京士顿380号。有朋友想上这儿来玩的，就可以找这儿啊，京士顿路，看380号，在惠特比。京士顿路。380号，这是夏天应该是有赛马什么的，可以骑马来玩来。看这地方，刚才无意中走到这儿了，猴哥要拐进去，进里头看见。这夏天应该挺好的，周末时候。